好，来做一些练习。手电筒，你刚才的整理如果都会了，都背好了，这就没有问题了。请问你手电筒玩具的干电池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这一看就晓得了。这我们前面刚才都已经背过了，谁是对的呢？应该要找一位16号，谁是对的？100 B A B 的 B 吗 ？C 二 B C， 告诉你真的是 C 啦 ，B 啦 ，B 啦。请坐。坐你弟兄。他不是 bug， 他是 bug。我们前面让你背过了，干电池碳棒是正极，锌壳是负极，所以 B 是对的，答案选 B。下一题，请问你这课本习题就是没有什么程度的题目啊？你前面有背就会了，两个一起回答我，谁当正谁当负？两个一起回答我，谁当正谁当负？谁是正谁是负？两个一起回答我，八号，八号，谁当正谁当负？正极谁负极谁？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。一正极谁？正极。负极谁？负极谁？请坐。他说：“钱，你讲他反的，这前面让你背过了，前面让你背过了，正极是二化纤，负极是铅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这样前面让你背过了。请问你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也是你刚才有背就会了。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七号，不对，要找个男生了。我们要找个帅哥男，29。29。29。睡着了。没有啊，他没有睡了。还没。啊？你说谁？你选猪，请坐下。我们要你背，正极是二氧化铅，负极是铅 ，A 错。我们告诉你，放电的时候正负极都变成硫酸铅，所以 B 是错。我们告诉你，充电的时候正要接正，负要接负，所以 C 是错。所以答案只有猪是对的。你要晓得那个流的方向，正极是正电流出，负极是负电流出，你要搞清楚那个电子怎么流的，是从正流到负还是负流到正，怎么流入怎么流出，要弄清楚这个考试会考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所以我们练习期答案选的是猪。刚才讲过了，你知道把前面该背的背完就没有问题了。我们还有两题。好，请问你谁接的是对的？就我刚跟你讲要正要接正，负要接负。还有，有人会用一个不可能做的事来考你，把上面的电池改成锌铜电池，看哪个要接锌板，哪个要接铜板，你就要记得锌铜电池谁当正谁当负。现实生活是不可能拿锌铜电池帮他充电的，那是考试专用。好，很简单，请问你，他应该怎样呢？他应该选谁？可爱小女生有吗？有 ，seven 七，七号，选谁 ？B， 请坐下。就是跟你讲的，我们。正极要接正，正要接正，负要接负。所以呢，二氧化铅板是正极，铅板是负极，所以二氧化铅板要去接正，铅板要去接负。所以我们答案选 B。最后一题，一样，该背的背完就会了，谁是对的？该背的背完这就会了，谁是对的？这个谁是对的？34号 ，C， 啊 ，C 是对的，请坐。
我们告诉你，干电池、碳锌电池、锌壳是负，负极是负电流出放电子 ，A 错。铅聚电池是用硫酸当电解液，硒硫酸 ，B 是错。我们教的电池，我们国中现在教你的电池都是化学电池，是化学能变成电能，所以猪是错。所以然后放电的时候叫你背了，都是变正铅电池放电，正负极都会变成硫酸铅，质量都会增加，所以 C 是对的。所以我们答案呢就选择是 C。这就是我们简单的几题练习，把前面的整理该背的背起来，你就什么都 OK 了。请注意，把该背的背好，你就好了。有人有问题吗？没。